我们台安市的大家长王市长夫人，陈立伟，好，给你，给他用，给他用。廖连主任，我们掌声不断。 昆山科技大学中部校长，各位议员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黄理事长好，理事长好。 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，也是中华一贯道总一贯道全球总会理事长王理事长，各主线成人、典团师、团子、讲师、各位道经，以及今天参与。 经典会考的各位考生及陪考家长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王理事长好。今天是我们台南市经典学会举办的读经会考颁奖典礼。今年的一个。 报考人数有1600，年纪最小的2岁，年纪最长的有94岁，80多岁的也有好几位，真的令人钦佩。或许觉得背上经典，对。 讲到修办，还有待人著书的一个帮助很大，所以建议希望各位多看五教圣人留下的经典以及45卷，都对我们史书上都有很好。 今天，是我们颁奖典礼，承蒙我们大家长夫人，以及各主线全人，以及我们全球总会王理事长等。 莅临指导，或许觉得，对，代表我们经典文教协会同仁表示万分的谢意。当时我们对这一次的一个提供的一个集会场所办的。 有这一个很好的环境，是我们昆山大学科技大学校长李校长的一个提供，说明有今天的一个场所，谢谢。那么或许也祝福各位长官，各位长官。 步步高升，政风钢弹，谢谢。那么，我们一贯到各主线，刀舞红展，今天参与颁奖会考的一个，四位领导。
及召见平安如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黄理事长这么的苦口婆心为我们的赐词勉励。我们谢谢我们的黄理事长，也是我们的黄理事长请诸位。哇，王理事长刚刚有提到，我们今年所报道的人数将近有1300多位，从2岁到90几岁，可见这读经的教育真的是落实在老中青少不遗余力呀。我们再次谢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理事长这么的大力推动我们的读经教育。掌声谢谢我们王理事长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贵宾，就是我们的市长夫人刘玉君刘女士，市长夫人为我们致辞勉励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市长夫人。